锅要回来了，跟我拍张照呗。嗯。薇薇，宿管老师已经同意把锅还给你了，我答应他，你以后不会再用了。 你说好了，嘘，这个啥玩意儿呢，美女？我说呀，还真要谢谢我们的阮姑娘了。哎，不过我可不敢保证我会不会把这个锅借给别人啊。你们都知道的，我呀，特别的善良。我怎么感觉有无形的哦，飞来飞去的呢？ 刘学军，我刚刚听你说《玉面小飞龙》，嗯，你也喜欢周星星啊？什么周星星啊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《玉面小飞龙》就是周星星在1993年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边，唐伯虎对四个采花大盗说的台词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这要不是阮姑娘提点，我还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。啊，这个要我说呀。 咱们呢是把青春都给了周氏一族，这个周星驰的电影，周杰伦的歌，周树人的背诵全文，有点冷哈。<笑>看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啊，你们都看看。哟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当时他一回眸，对我甜甜一笑。 然后用他那娇滴滴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谢谢师兄。”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都甜到我心坎里去了。得了吧，你老张啊，他都把头转一边去了，一看就一脸不情愿的样子。就是，你们懂什么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第一个和见大这一届女神合影的人。好，老张。 为了庆祝你旗开得胜，我们一起喝一杯！来来来来来，再见再厉！李文娟，能不能快点啊？写了半天了。不对不对，哪有半天？我看也就一个半小时而已。喂，宁静吗？不好意思。 我找阮管。喂，是莹啊。嗯，我挺好的，我也想你。哎，娟姐，你床真舒服。 不许在我床上骑我的玩具，快下来！还有啊，跟你们说啊，以后你们都别碰我的柜子啊！什么意思呀？ 放回去。嗯。啊！怎么停水了？丫头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8点半宿舍就没有热水了，你快去公共浴池吧。李文倩，回来！啊，我们寝室的室友都特别好。谁扣的？ 新来的，哭什么呢？你谁呀？干嘛呀？他。
他叫周大龙，大一新生，刚搬进来的。你哭什么呀？师兄还没给你开会呢。哎，行了，妈，真没出息，还叫大龙呢？我看你叫大虫得了，真是。咱们这见面。我们寝室还有高材生呢，装什么装？他自以为是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公共浴室。变态，这是男生浴室。哎，老张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啊，有几届啊，有一个师兄啊，就是因为啊，是女生浴室，结果呢就被学校开除了，一辈子啊都是污点了。有人，里面。是你一个人吗？是我一个人，不然呢？走吧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看到他是不是。你要干嘛？走，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不是，哎，没门看着他进来，脸花了。我有啊，你也有啊。下来了吗？哎，怎么就他一个人啊？那女的怎么没出来啊？哎，要不咱算了吧。不行，搂草打兔子，跑了一个陈小正，我要逮住那个女的，我进去看看。走开！